我退谁去？我找你们领导去。我爸不在家。找去。我找领导呢，找你爸干啥呀？我爸就是我们领导，我们领导就是我爸，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，是吧？你爸干啥去了？我爸上货去了，这鲜比较畅销，是吧？畅销？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？我还没走出100米呢，这根就掉了。多少米？100米。不可能。根据我们质量跟踪，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，是吧？我告你去！你快点去啊！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！高跟鞋，高跟鞋啊！南方特产，北方一绝。个矮的穿上长个，腿不好的穿上自瘸。高跟鞋吗？我错了不行吗？你自己错哪嘎达自己知道不？我态度不好，我改，你赶紧给我退鞋。哎，你这就对了吗？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，你说对不，大姐？你管谁叫大姐呀？瞧你那一脸褶子，你还管我叫大姐呢？我这不是尊称啊，那依你那意思，我管你叫表妹啊？你甩呢？甩大刀呢？你赶紧给我退鞋！退不大可能，我给你修理修理吧。咋修啊？我给你粘上。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？为啥呀？你缺东西。买我们的鞋吧，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，知道吗？我买的是鞋，我没买胶。我们是配套来的，对不？行了，看你不容易，免费给你粘上吧。能结实啊？这进口胶啊，我跟你说，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，由于海风太大，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。当时一看没办法，赶紧拿着管胶来，往两边插扣一抹，嘎巴粘上了。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这抹的太少，你给我再抹上点。那进口，哎呀，你给我再抹点。你抹一点，你不说你免费。你松手啊！你干啥呢？哎，我喊人了啊！你干啥呀？松手啊！你。哎呀，粘上了，知道不？粘上了，这玩意儿知道不？不行不行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，小明撕不开，越钻越紧，知道吗？那我咋回家呀？这不是咋的，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？你说啥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放规矩点啊！我手跟你粘在一块，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，知道不？也就是说，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，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。我都啥时候了，我哪有那心思啊？早知道这样，不如不来退鞋了呢。哎，你干啥玩意儿你啊？打个招呼你啊？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？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？腿是我自个儿的腿，我想走就走，凭啥通知你？腿是你自己的，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？对不？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，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。姐姐谈恋爱，妹妹在旁边做陪。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是啥质量，谁跟你连体呀？你可真会说。咱不算先天的，也算后天嫁接呀，对不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只有志同道合才能。你少跟我套近乎，谁跟你志同道合？那好。我自动在和分道扬镳，过年回家拜年去，过年回家，我回家，你拽我干啥呀？你我给你回家去。我告诉你，别跟他握手，一握手沾上一串，知道吧？你不能跟他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回家拜年，过年拜。啥时候能开呀？开不了，时间一长，血脉一通，就兴许长在一起，知道吧？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，知道不？倒是想想办法啊。没办法啊，前两天干活。这俩手指粘一块了，到后来拿刀豁开的，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咋整？咋整？我不管你，干啥玩意儿你？干啥你？我放着自己的手不用，用的公用的，你干啥玩意儿你？你这人这么自私呢？你别哭。哎呀，你看你看围脖人，你别在家挺好，一出来就耍娇，不是？你别，我别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你别哭，我说你来上医院吧，走吧。上医院。事到如今，只好动刀。没关系，从我这旮旯，对吧？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，行不？那我不成三只手了？骗你一双鞋，搭配你一只手，也算对我的惩罚。走吧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头回见面，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？你就别客气了，咱走吧。哎，大哥，你别着急，你是说俩人的事儿，你商量着办吧，是不？坐下商量商量。啊，坐下也行，坐待一会儿。保持一定距离。谁愿意跟你？看我。干啥玩意儿啊，保持距离，你一屁坐边上，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？
大哥，嗯，这手嘎下来容易，以后你咋生活呢？你咋向家里交代呢？我还没成家呢，我主要怕连累你，知道不？大哥，嗯，我也是单身。哎，大哥，啊、你最近忙啥呢？这不就捯捯鞋啥的？咱好几年没见了，是不？哎，你看你可老多了。可不咋的，你以前多精神。那还用说？以前咱这小伙，我给你。别误会，刚过去个熟人。啊，没误会，我也刚过去个同志，我跟你。这叫啥事儿啊？破胶啊，还进口的呢！我摁前面，它从后面出来了，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。对，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，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。现在这个产品吧，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，不该结实的贼结实。太对了，嗯，你就说那塑料袋吧，嗯，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，那年糕穿过塑料袋，呱唧糊脚面上了。买袋烤鱼片，门牙摔掉，愣没撕开。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，下班摁它它不响，半夜睡着了，自个儿搁那唱。你这就自己唱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就说俺家的电表吧，平时咋用电不转悠，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啊。前几天俺家包饺子，当当当一剁馅，剁进好几十块去，这玩意儿是。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，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，是手一碰就出人。那天我妈说了，别用手总勾着它，怪累的，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？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。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，嗯，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。哎呀，不敢在屋里洗衣服，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，嗯，就听有人撞门，打开门一看，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。我心话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，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。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，又红又绿，挺好看的，感情这质量也不行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。那回我路过烤鸭店，烤字憋了右半边，鸭字憋了左半边，我一瞅火鸟店，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，进去尝一把呗。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，我心说了，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，这鸟可是够大的。怎么那么大？你一说这霓虹灯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说亚运会期间，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“北京欢迎您”，你说多客气，欢迎您。过两天一看吧，那您字坏了个心，变成北京欢迎你了。我一想也通，这外国人都走了，就咱自己不分你我，不用客气是吧？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，又坏了个单立人，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，这玩意就不通了，知道不？咋不通啊？我跟你说大哥，那就是你没知识了，文言文里边耳也是你的意思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哎，攒就攒上了，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。我正好是左撇子。大妹子，我这有两张电影票，你看能去不？能去不能去，那不都得跟着去呀。大哥，几点的？可能是6:30的是六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干啥呢？这手都下来了，你咋还往上薅呢？我这是什么破胶啊？这破胶，不该粘的时候粘上，不该开的时候开了，这玩意儿。赵大娘，赵大娘，楼下有卖豆腐的，你给我站上啊，站上那地儿啊，哎，我这过来啊，我拿点钱啊。你来找谁呀？您姓赵，赵大娘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来就来了，还给我买东西。哎，我这姑娘的这个。你俩是哪儿的？我是电视台的。贵姓呢？姓侯。长成了吧？导演。导演。哎哎哎。
也是导演、哎、导演。不，不是导演，是导演。那都导啥呀？啊，导豆腐吧。豆腐啊，不导豆腐，导什么电视片啊、新闻片啊、纪录片什么的。那个呀，哎，那你坐着吧，哎，我去买豆腐去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哎、不，大哥。我们呢，就是给您拍片来了。给我拍片？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，给人民立了大功了。上厂子找他去吧，在那儿呢。不是，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。我们拍这专题片啊，是三八妇女节播的，非拍您不可。傻呀，嗯，多大岁数了，还拍电视片，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？您客气，您坐下，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。构思？嗯。不是豆腐丝，是构思，构思。哎，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，叫《英雄母亲的一天》。啊，不中不中，一天啊，一天可不中啊，没那功夫啊。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，下午就没了。不是说排您的一天，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。三口人有六份就够了。您听着啊，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通过您呢，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，要通过您呢，要反映出啊，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，要通过您呢，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，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。我说导演，不是这么着。我不是导演，导演，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，下午就没有了，你还得快点说。我刚才跟您说的，您都理解没有？理解了，理解，那就行了。你说啥来着？他就是导演的意思，您那就甭管了，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，咱们现在开始工作。啥位置？站在您的位置上。哪儿是我的位置？您站好别动就对了。不是这位置，就站这儿。下边我来提问，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。大娘，哎，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？早晨起来活忙着呢。哎，就早晨起来多，你说干完了这样吧。不是，第一件。第一件啥都能说呀，有啥说啥。第一件就是上厕所。上厕所不能说。你说我说着吧，我问你这，我说啥都能说吧，你说啥都能说，我说也不好。不是，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？您来说的是锻炼吧？锻炼。哎，来，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，哎，干啥？不行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？治病没有？治血压高，治心脏没有科学根据？你小不小吧？甩手疗法，你可牛逼了！不是大家，不是，您还会点别的不会？别的太极拳。哎，太极拳行。还没学拳呢。您说的都过时了。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？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。哎，对，来，我这个。看呐，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。好，现在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。走，啪！哎，啪！不对，不，停！停！停啥？你嚷啥呀？我这有心脏病，你说您停了就堵车。坐下，我跟您说说啊，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，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？我就想躺那儿睡着。睡着不行。您看电视吗？看电视。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，就爱听唱歌啊。会唱吗？年轻的时候吧，人说我唱的还啥好的，到这老了差劲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，咱们就排唱歌。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？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《昨夜星辰》。昨夜星辰，好，咱这就是《昨夜星辰》啊，《昨夜星辰》站好，我说预备的开始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昨夜里。
昨夜里星辰不妨坠落，好消失在前遥远的银河地。头上顶着鹤，他咋变了？您唱错了，我唱平戏感觉了啊，唱平戏了都。不唱了，别唱了，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。算了算了，大娘，咱们这组啊，咱们下一回再拍。哎，咱们这回呢，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哎，我先把豆腐带回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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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娘，别走别走。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，您要买的，您把这先放下，来，拿着这个，还挺情圣的。您别看他轻省啊，这里什么都有啊，想啥有啥。哎，想啥有啥。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？上，那就在家想呗。不是，他这是道具呀、啊。他这比方说吧，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，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，反正什么都有了。您把它买回来，脸上高着兴，您心里头想的是我下半月咋过？大过您不能想这个，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，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，我明天还买。是，那都得节俭。谢谢。您怎么老想钱呢？那得多少钱呢？我儿子挣多少啊？不是，这不是拍电视吗？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，是拍我的一天呢？拍您的一天。拍我一天，我没这样过过，不是？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？啥？虚构。明白了。哎，都是蒙人呢。对了，怎么？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您。算了算了，您就从外边走进来，咱们开始排吧。哎，好，我说，预备，走。我说，往进走。导演，走进来，进走啊！管了，走啊！你回头费电，你管了他。我说话，什么事？我都问你呀、啊，我这一进门，哎，我先迈哪条腿？笑死！您习惯迈哪条腿啊？男左女右，那我就迈右腿吧。右腿，迈右腿中包，就是右腿，嗯，好不好？都卖右腿，就是右腿。哪边是右来着？外边那条是右腿、啊，就这条啊，就这条，就是右腿。那我就卖这条腿、啊，您就卖右腿就行。中，哎，就卖右腿啊，就卖它了。哎，就卖它啊！预备，开始，走。哎哎哎，不是站长，停。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？我说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，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？你把他撂下。哎，这样你拍吧。我使什么拍我呢？算了算了，大娘，咱们不拍这组了，咱们拍下一个单元。那好，下一个单元呢，姓张，我去给你叫他去。不是楼下那单元，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？就是下一组镜头。下一组镜头是这样，您先会儿，我想想啊。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，这说明呢，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儿子是我养活的，不是？哎，对对对。您还有第三代吗？有小孙子，好着呢。平常您教育不教育？我咋不教育他呀？教育，爹妈都疼着呢。对，不都上一个啊？都是一个。哪个不听话，我也乖气乖气的。该管就得管。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，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。只要是一闹，哎，都记了。您说。我这干啥？干啥？你还嚷？no。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，小鬼儿打你了。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，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。讲古代的故事。哎，古代故事，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、啊哎、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、啊、小鬼扛着招魂幡。不行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，封建迷信不行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。啥有意义？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。那不知道，我教给您呢。好教啊，一学就会啊。啊，您这么给他讲，孩子啊听话，奶奶呀给你讲故事。孩子听话、啊、奶奶给你讲故事。哎，
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。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，你嚷啥呀？还不就是司马光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我想我想我想，这砸光。司马光砸缸。缸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缸。错了，错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司马光，司马光。哎，对，往下说，往下说，光光光。咣当！怎么连咣当都出来了？你说，你说一砸那还不咣当喽？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。算了算了，咱不拍这个，拍下一个镜头。哎呀，我可犯了病了。哎呦，怎么了您？可不中了。不是您慢点，上医院去。怎么了您？不行，上医院去。不是您，我犯病了。不是您，等一会儿，您多停一会儿，我给您叫出租车去。您稍微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买豆腐还用叫车？对，就是这儿。你说我儿子净出新鲜事儿，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。你说现在都90年代了，我这当老人的还跟着往里掺和啥劲儿？我说不来吧，他就跟我来气儿啊。那孩子哪点都好，就是有点驴脾气，这也不怪他，我也这味儿。等一会儿姑娘来了，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。到点儿没？嗯，完了，来早了，让我8点来，才7:60。上那边溜达溜达去。嗯，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净出那新花样，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。看就看，这老丈母娘看姑爷那也在讲。对，就是这儿。你说这人呐，这岁数还不算大，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，八成啊也该大修了。哎，岔气儿了。哎呀，妈，姑娘来了。不动啊你。看错了，雕塑。哎，人家修的像真的似的。哎呀，妈活了。不好，准是我儿子那对象，赶紧走。站住。这小子。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，我得问问。我说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姓徐？对，正是。我说小徐子，你家58了，小徐。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，一见面就说你大姨啊？我是你马大姨。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，这不差辈了吗？还。你说你这年轻人啊，咋毛毛愣愣的呢？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，现在咋的了？害臊了？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。转不过去了。快转过来呀！我让看看背面吧，看戏。有话当面讲。不跟你讲。你看那相看相看，那就得相就得看。你要是不让我看呢，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，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。妈呀！话茬不对。嗯，你是小徐？他爹老徐。你是小马姑娘？他妈老马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！你说刚才让您吃亏了。没事，就当姐夫和小姨闹玩。
看你咋这面熟呢？是吗？啊，我看你有点面黄。哎呀，好像徐老蔫儿，好像马大哈。三十多年没见面，能搁这碰上他？这么凑巧，可怪事儿了。嗯，喊声小名试试。对，马呀，狗事儿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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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蔫儿啊。嗯，这一晃都三十多年没见面了。31年零俩礼拜。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？上北大荒了吗？啥时候回来的？回了好几年了。哎呀妈，你也没见老啊。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。50多了小头长三亮。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。我不行事了，就这样了。老边啊，嗯，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，这心里就热乎乎的。是啊，我没事老梦着你。真的？真事，我不哭，我不哭，我一点也不梦。那你还记着吧？嗯，小时候，嗯，这么大，对，有一天，哪天咱俩下河去摸鱼，对，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，你是怎么回的家？哎呀，你记多清了，你忘了？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头先刮，呵呵，吃完了上俺家，你搁那玩困，搁那睡觉，把炕都尿了。都怪我妈，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，把咱俩给别开了。要不咱早就到，别说了，你说那是干啥呀？上火。妈呀！哎呀。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。坐吧。嗯，坐，唠会儿吗？唠会儿嗑。坐吧。嗯，这打听点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您家，我叫妹夫吧，搁哪上班呢？哎，爬烟囱去了。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。啥呀？啊？干啥呀？啊，拉倒了。那，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？哎呀，她那单位享福了，谁也比不上她了。啥单位呀？地下工作者。地下工作者？杨我爷给办的，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，那调不回来了。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当爹又当妈，挣钱不敢花，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，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喂鸡打狗，赶猪上圈，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，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。咋讲？干闲子了的。你咋样？我挺好。哎呀妈，挺好。寡妇男士多，不用划了够一车，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，就是。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。啥也别说了，理解万岁哇。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。那不自个儿过咋的？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。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，还哪有那心思？哎呀妈，秋苞米糊勺更香。哎呀老蔫儿啊，那听你这话，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。这事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。我寻思这2年日子得好了，回乡下种点地儿，
养点小鸡儿，收点鸡子儿，老两口闲着没事儿，抽点旱烟，喝点茶水，扯个闲皮儿，嗑点瓜子儿，有说有笑，那也多得。想法是挺好啊。谁也不会享着福，纯爬250。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。你别信，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。开放搞活就别嘴头会气儿，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。你这话，你都找着合适的了。找着了。谁？我告诉你，那哪嘎达的？原来咱那婆婆的。长得啥样啊？长得啊。跟你连线，真的。跟我连线。嗯，可连线了。哎呀，对了，嗯，是不是小琴他妈呀？拉倒吧，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。那到底是谁呀？那到底谁？这大伙都听明白了，就剩你。那傻样啊，傻样，你这么说也不懂，这搞过对象的都知道，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吧，那都80%了。啥玩意儿80%？老蔫儿啊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你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，你看你在我说说那不说白不说。谁？你。哎呀妈呀，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的事儿。老蔫儿啊老蔫儿啊，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。你别整没用的啊，准备啥行不行，给个痛快话。真的行就说行，不行就拉倒，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，没用。你那干啥呀？扯那啥用，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。快说，你别着急呀。啥不着急，都冒汗了。老太，给你啥呀？啊，给你纪念品呢、啊、给啊，擦擦汗。别整那么硬，整点干的吧你。擦啥汗，你就说得了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。擦啥呀，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。我是有点害怕呀。怕谁呀？怕儿女们反对，怕大伙说三道四呗。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？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？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，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，你说不敢走，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，你那能耐完你还跟……哎呀别说了。那家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。你没听人家说呀？说啥？小红妈要改嫁，儿女们又作又闹，寻思上吊。小红妈一咬牙，怎的了？差点趴了火车道。这些儿女纯牌无逆不孝，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，连搂带抱，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。不气人，你这事儿你怎么了？你别生气。你快说行吗？不行我就回去。真老蔫儿啊。嗯，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说咱可上哪逃换那后悔药去？哎，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，到老了你这掉个的又归儿女管，你啥钱能给人承包一段，自己说了算呢、哎、我呀就这个命了。你呀老信命，这不行。老蔫儿啊。嗯，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，你就等着我。我高低等，给我个准信行吗？定下来行吗？下辈子，嗯，咱俩来世再见面吧。完了，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。没缓了是吧？难呢。嗯、啊。下辈子。谁呀？下辈子。干啥玩意儿？你这扯，我还寻思谁唱歌啊？干啥呢？哭啥呢？我也没说啥，不同意就拉倒吧。别整那事儿，别的，影响不好啊。来人成啥事了？你这一哭，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。别哭了。
你干啥玩意儿？来警察咋整？你说你别哭了啊！我这身份证都没带。干啥呢？你咋还哭了呢？我要不长这声，你没个品气。你还怪有招呢。以毒攻毒呗。给。啥呀？擦擦眼泪。擦啥？刚打雷，没下雨。别哭了。干啥呀、啊？有啥哭的？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。这家一老半天，连二都没有。呀，咱俩干啥来了？哎呀，对呀，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？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。你看你咋这样？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？给你，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。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。这不一样的吗？啥？皮儿。看看，孩子信你可别看，学习学习呗。偷看人家信件犯法。犯啥法呀？犯国法呗。不懂，分谁的信，隔着孩子信当父母的看，就等于领导审查。你别审了你。哎呀，我儿子告诉我了，说不管你家谁来，必须当面看，说三遍。对呀。真是。我姑娘也这么说的，那就看吧，那还装啥呀？看看，这看吧，看什么不看的？这字儿写的吗？哎啊！亲爱的，哎呀妈呀，这啥话呀？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。妈妈，爸爸，这是给咱俩写的信。有内容，往下看。二位老人辛苦半辈，为了儿女受尽苦累，儿女安排今日相会，祝愿二老成双成成、这俩字念啥啊？配对。我认得。哎呀妈呀！老蔫儿啊，老蔫儿啊！你说你咋这么坏呀？妈，这才是我儿子，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？不了解了，这回你说啊，这老家聊哪去了？事得定下来。你认真，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。大姐，大姐，你干啥呀？我在踩着你。你媳妇呢？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邓小亮，你说你是不是彪啊？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，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。就你戳这破章，你媳妇能信？除非他也彪。我老婆肯定是。妈呀，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！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？想起出是一出，总说自己不幸福，那脾气大的，点火就着。那不点火他自燃不？郝建，哎，别管我叫郝建啊！你要么管我叫小郝，要么管我叫大建，就别连着叫。郝建郝建的，多暴露我性格啊！不行，我真帮不了你，我走了。不，你走！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，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，完了还不洗澡。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？我不给人搓澡去，我媳妇儿吃啥？哎，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。郝建，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，帮帮我吧啊！你这啥意思啊？啊？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？我差你那俩钱？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！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？
没你这么办事的啊！我欠你一次打一次。回来了，身份证在呢。按原计划进行，藏冰箱里。藏冰箱里。我把钱还给你。你别来我的这儿了，你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跟人吵架了？没有。啊。跟狗。跟狗都能吵啊！我跟孩子聊天呢。啊！我说宝宝，妈妈怀你可辛苦了，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。他冲着我汪汪汪啊！你没咬他吧？他没咬我，我能先咬他吗？那我不占理了。大气！以德服狗。老公。啊。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？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！别哭，别哭，不行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。你缺心眼吧？啊！你看人夸别人老公，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，你老公真有前途，你老公真有才华，夸我呢，你老公真刚。对着呢呀！你把围裙给我摘了。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？围一个有点短。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。啊，老婆。我是。一听就是找我的。喂。喂，是爸爸吗？谁呀？这么客气。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。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！骗子，你要是这么诈骗，能把自己饿死。爸，别，祖宗，除了我媳妇儿，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。尤其是电视，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。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？好温馨呐、啊。哎，老婆、啊，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？藏冰箱？我不是感冒了吗？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，你看见给我老婆吓的。从电视里出来，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？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？那花嘛，藏冰箱里它也冷啊。我电视怎么回事？假的，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。老公。老婆。妈妈。啊、别怕。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，我信了，你先穿回去吧。别呀，妈妈，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。老婆，听他说完再晕。妈妈，30年了，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。我此行的目的，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。意外孕育。哎。那个，你说你是我儿子，你叫什么呀？爸，你现在就起，你起什么我叫什么。眼珠子。爸，三思啊！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，给我起个人名吧。就眼珠子。妈，我身份证。瞪眼珠子。是我儿子，没跑。哦，哦，妈妈，别打了，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。邓小亮，你太过分了。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，你都不。怪我，宝宝，妈妈，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，妈妈高估你了。妈妈抱。哎，分开，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。我不带，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，永远不松开。分开，你分开。
宝宝，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。未来的我爸呀，可厉害了，是个大企业家呀。真的？他都登上了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。福布斯？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。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？我爸那人高马大的，光一脚就给他蹬下去了。老公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哎，我一再强调，失信于女人，何以取天下？儿子，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啊，爸。之前也没商量过呀。这商量啥呀？这随便说呗，反正你妈也不知道。我是说妮儿辉儿，把辉儿聚一堆。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。人体表皮肤构学。哎呦，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。没白听啊，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。行了大哥，看人手牌。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。他干嘛吓我一跳？我还以为他是做保的呢。儿子文武双全，随我。老公你真棒。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。好哥们太重要了。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拖累的，尤其是那个郝建。谁？郝建呢？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？老婆，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。不是你亲口说的吗？说看见郝建就想吐，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。你爸还说吧，说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？给孩子炒四个菜。哦，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。来赶紧的搭把手。大功告成啊，赶紧走吧啊。等会儿，刚才说我什么来着？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。我问你，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？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？被气懵了。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。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。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？不是你有完没完呢？你赶紧走。哎呀，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。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哎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怎么了宝宝？哎呀，这儿子干什么呢？地下多凉啊，快起来了。爸，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。你爸他怎么了？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。那心脏一顿打条啊，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。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？别拦我。妈，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，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。我老公哎，公哎，公哎，公公哎，你把眼睛睁开，睁开，睁开，开开开！老公，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，我享受不起。
看你俩算圆满了。那行了，我走了。等会儿，这你看你妈，你能空手来啊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这来也匆匆啊。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？你忘了？你说你带了，放兜里了。不，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、啊。那个兜？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、啊。再说我给我妈，我妈也不能要啊。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。妈，行了，儿子，这回回去吧。谁呀？我呀，我就这么就回去了。啊，儿子，你来看妈妈，还给妈妈钱，妈妈不拿也不好。来，儿子，穿回去吧。不是，妈，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！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。你需要照顾吗，爸？啊，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家吧？啊，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插回去了。不行，他老家没电视。啊，那完了。不是，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？儿子，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？地方台还是中央台？啊，爸，你挑个台呗。穿吧，生穿呐，没招啊！你的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？你先穿，穿完我再想办法。那你还想啥办法啊？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对了，儿子，这酒啊带路上喝。我还带啥路上喝呀？我就现在喝吧，省得一会儿穿的时候疼啊。儿子，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，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别老想着自己没啥，要多想想自己有啥。妈，你要是真想明白了，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，现在啥没了。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。儿子，穿吧。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。妈，我舍不得你。妈也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自己呀、啊。我也舍不得电视啊。老公，你要真舍不得，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。儿子，带上你爸一块儿穿，让妈开开眼。你是开眼了，我俩这是开瓢去了。爸啊，长辈先穿。还穿啥呀？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。演戏嘛，不得有始有终啊，对吧，郝建？妈妈，郝建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。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，但是我又不傻，我分得清什么是骗，什么是爱。老婆。老公。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。郝建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个钱我还。啊，宝宝怎么了？要生了。我妈呀。苏雨。好钱，那钱啥钱呢？就当给孩子随。别哭，我这不行了，上医院吧，走吧。上医院。事到如今，只好动刀。没关系，从我这干了，对吧？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，行喽。那我不成三只手了？骗你一双鞋，搭配你一只手，也算对我的惩罚。走吧。孩子，听话，奶奶呀，给你讲故事。孩子，听话，奶奶给你讲故事。
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。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。我说小伙子。小伙子。你姓徐。对，正是。我说小徐子。你家五十八了，小徐。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，一见面就说你。大姨？啊。我是你马大姨，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，这不差班。